哟，还关呢！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15号，好几天没有播了，今天情绪特别低落。昨天开始，我公公就被送到医院去了，养老院怀疑他有那个病毒的症状，然后先把他送医院去了。本身我们也不是很喜欢这个养老院。但现在的问题就是，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能够陪伴在他们身边，连看都不能看，因为养老院，所以美国养老院都封闭了，也不欢迎别人去探访，连家人都没有，最多我们可以视频。但他妈妈已经90多岁了，视频呢，他就这样，讲3句话，就我累了，然后一动也不能动，他妈妈在那个轮椅上，他们也不给他动，也不给他，唉。就不要说了，现在有点改善。原来的话有2次，那个养老院就把他的那个，把他那个警号，把那个就是，就有个什么东西报警的那个，就是万一是那个什么紧急情况，那个铃就给他扔到地上。那个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婆婆那么难伺候，她比较理性的那种人，而且自我约束比较重。我公公婆婆都是那种。特别特别的上等白人，他们的出身也都是比较都非常好的。但是，进了这个高级疗养院以后，他就遇到很多不太很难以想象的情况。这养老院里的那个护工都是很差的，比如说吧，我问他，因为我是专业护工，我至少知道，我问他们。多少天给我婆婆洗澡？她说1个星期洗一次，有的时候2个星期才能洗一次。我说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她说她只要求那个人，特别好的有一个护工洗澡，别的人她不想要。这是什么样的借口啊？对我来说，她必须要隔1、2天洗一个澡，1个星期洗2次澡，这个一点也不多的，怎么1个星期才能洗一次澡啊？的感觉好像都是我婆婆的不对，那你的护工达不到标准呢？高护工不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肯定是你护工的问题，他们大家都要用那个唯一一个好的护工，这，哎呀，我都不没办法跟他们去吵架，因为我呢，只能说说他家里有，5个男孩吧，5个兄弟，然后一个最小的是个妹妹，都65、60岁了，都是大佬。唉，简直是！然后呢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然后呢，我去年年底，他们已经住进去10年了吧？大概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发现，我一直在想，我婆婆的那个手上的皮肤怎么一块那种像鸡啊，鸡皮那种干巴了，那个你往杀完了鸡，那个鸡脱水的那种一块一块的，我就搞不清楚。我还是专业护工呢，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现象，因为我们到人家家里去。服务的话，一般都是水啊什么的，肯定给他们按时喝啊，不停的给他们喝啊，弄的都很那个的。家里人一般也比较照顾的比较周到。然后奇怪了，我就不懂了，我婆婆的皮肤都一大块一大块那种红的，像那种好像就怎么说呢，那种皮肤好像血块不像血块那种干巴的嘞，就是而且还有的时候还蹭。这里还蹭出一大块皮去，被他们给推轮椅推的，我搞不懂了。我都不，因为你我也不能老是跟他们去吵架，也不能让他们家里去吵架，因为吵了以后人家虐待他，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是不是，很烦。然后呢，我最后呢，过了这么2年，我终于最后面我最近发现才发现这个情况，然后呢，因为我每次也去看望他，我有时间都会去看望他，我说的静啊，你喝水吧，你喝水吗？我给你倒，你喝水吗？我每次去问他，也就是，我婆婆总是这样的。我给她什么，她那个身体好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哦，不愿意麻烦你，哦，不用不用。然后她跟我说，哦，我在2顿饭之间我是不喝东西的，然后每次都这样，我两喝东我两顿饭之间我是不喝东西的，什么什么什么。但是她上厕所是要人，他们有一个大机器把她绑在上面，然后再把那个大机器弯一下，放在那个厕所上。这个我也是在那儿看到的，这种机械化的程度，我都不置可否。然后，
然后最后去年年底的时候，我去看他的时候，我一下结，这就是个问题。所以他的皮肤是这个问题，因为他缺水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给他，我说：“Jane，你应该随时随刻都要喝东西，你任何时间都要喝东西。”我说：“然后这时候护工来了，还是个比较好的护工。我说你们。”是不是经常给我婆婆喝东西、喝水啊什么？她说我们每次问她，她说都说不要，就和我跟我说的那一样。那她说不要，那护士不能说吗？她必须要喝啊，因为她现在是这种瘫痪的状态，她根本不能动，所以你有些规章东西都要按照医学方面来说，她是不是不喝东西，她的皮肤啊什么全都脱水的？这几好几年呢，我也就这么点技术含量。所以啊，都根本不能够，怎么办？他们都不给他喝东西，我就觉得好可怜。我们全家也搞不清楚他到底干，他呢自己又不喝，就像那不洗澡，那个这是不对的呀，最近他开始喝了，然后又有脱水的现象，估计又是这个问题。因为我们已经去不了那儿了，他们一个91岁，我公公是95岁，然后2个月前我公公又坐着那个开着那个小电轮吧，去我婆婆那儿，好像又从那个电轮上面摔下来了，然后腰椎摔坏了，当时去住院了，特别可怕。我觉得他这样的话根本就活不下来了，而且这时候开始那个病毒到处传染了，他还去住院，都吓死了。住院了以后，那个总算出院了，还好，但是他那个疼痛没有减轻。他那个，他跟我老公说，我老公打电话，他说有的时候疼了1到10，要疼10呢，那种肯定是很麻烦的疼痛。他现在也不能开刀，医生建议开刀还是不开刀，因为他95岁了，一开刀的话就不知道开成什么样了，出不出得来也不知道。所以他当时，因为他疼到十的还不是全天性的，同时一阵一阵的。然后前天他就传出来，我公公，他和我婆婆也不能见面，他们现在都是这样隔离的，其实没有病，而且我们就知道的有2个人已经在那个养老院，一个是工作人员有病毒感染病毒，我们知道，还有一个老太太95岁，2个星期前死了，也是感染病毒的，这个是我们知道的，别的我们都不知道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。虽然是这是一个很高级的那个什么，我们现在什么也不能做，也不能把他们拉回家里来，设施啊什么都不那个都不方便，也没有人员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那边总算是专业的吧，其实还好。然后呢，然后他说我公公有疑似病毒，就把我公公直接送医院了。那么这里还要说一个我老公的一个外甥女，她刚好呢是最近刚毕业的那个纽约的一个高级护士，她可以开处方的那种护士，她现在在那个前沿对抗这个病毒，她呢直接可以跟我公公婆婆养老院的那个医生，她也是个印度医生，然后可以跟她对话，查看她的那个药方处理方案，最近所以还是比较好的，总是要有一个人监督，然后他们还是比较重视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然后他这昨天去医院检测以后，今天早上出来说是阴性的，还没有病毒，谢谢老天。但是那我说怎么办呢？他是回去呢，还是住医院呢？他说。估计可能要住医院，我也觉得住医院比较好。毕竟，其实有那边也已经有好多了。医院嘛，95岁，我老公心情也很坏啊。好在他的2个弟弟都是非常好的，都在照顾。他有2个弟弟，2家都在住在那，和他们比较近的，10分钟、15分钟之遥吧。反正我们那1个多小时，所以我们也只能在大家的那个就是群体的那个
那个聊天室吧，大家都互通情况。他两个弟弟都非常，他们家小孩都非常孝顺。这俩，我公公婆婆真的是很受人尊敬，也很那个，也很富有。不过他们把200万钱都砸在那个，都砸在那个养老院。其实也，现在看来也不是最糟糕的，有比他们更糟糕的，是不是？我老公又这个星期又每天去上班，然后心情比较沉重。昨晚上他也心情不好，也不跟我说话。我也没有做顿好吃的给他，我做的失败，墨西哥饼全面失败。他吃了也不高兴，他不高兴我就懒得理他，我也就走了，我自己睡觉去了。哪有天天给他伺候好吃的？今儿早上我也懒得理他。今儿早上还有那个香蕉和那个香蕉，我已经放了整冰箱里放了整整一个星期了。就是没有塑料袋儿，我也忘了有没有擦过，应该是没有擦过或者没有洗过。现在冰箱里的都，这是第二捆的，前面一个我也是热的肥皂水都洗过了。他也是害怕吃，我要给他剥了，他手里拿着中间才吃，我也害怕。然后大家一个星期，我说哎呦，这个我好像没有洗过，他马上就不吃了，然后我只好给他用肥皂水洗一洗，其实洗完了真的好吗？真的能，到底怎么样的病毒？我觉得我们好像每天都挣扎在死亡线上，吃还是不吃？不吃又营养又不好，没有东西，我就发觉我女儿会营养不好。从昨天开始，我叫我女儿，如果太阳出来，出去晒10分钟太阳，在阳台上，她倒也听话，昨天晒了10分钟，今天太阳若隐若现的，又在戏弄我们了。不管怎么说吧。反正纽约的情况，反正死的人还是蛮多，好像死的人放缓了，因为大批的检测，新州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去探讨的数字了，反正因为都没有什么好消息，然后也不一定是全部都确那个数字，反正我也搞不清楚。这是公公的事，婆婆的事，真的感觉心情压抑的。反正那个前几天12号吧，今天15号，12号的时候是复活节。意大利那个歌星 Andrew Puccelli。在那个灰暗的教堂里边，外面唱着歌，独自唱着希望的歌。那个音乐会叫《希望》，寻找希望，失去希望，毫无希望。我也不知道。忽然想起阿曼多，阿曼多很想那个，很像那个，他的长相很像 Andrew Puccelli 的长相。他曾经是我在瑞士的。打工的时候，一个情人吧，也有2个月，大概也有5、6个月了。后来基本上2个月都在一起吧，非常的 sweet，太 sweet，很甜蜜。也是我的一部分的成长吧，一部分的经历吧，非常的刻骨铭心。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。他们特别爱干净，然后虽然工作都是管理的那个房间吧，还有他也是部分抬行李的，也是他的工作室，是那种超过5星级的饭店。我也是在做打扫房间的，做了1个多月，然后他们还想留我再做2个月，我再做1个月，我说我不做了，我逃了，做不动了，我明显的就是肌肉都长出来了，那拎着那个箱子就不是好玩的，像我这种西方人骨架子到底是不一样的。他带我到瑞士的山中去宿营，哎呀，好美哦，好清冷，太美了。还有牛，一大早，还有穿过那个瑞士的山林吧，那个些湖啊，一小个一小个，山上那些隐秘的湖都有好多人在那儿，游泳啊，这种，
就度，不像度假吧，就在那儿坐着，就是很那个的，非常的非常的不一样。Good luck, Amanda. Good luck, Italy. Good luck, Italians. Good luck, 全世界。太悲催了。谢谢大家。